他出身优渥，年少成名，他美丽、优雅、知性，在与病魔的一次次较量中，他越来越强大。他用钢琴来解读生命和灵魂，他为发展和推动中国钢琴事业倾注大量的心血，他用执着的坚持谱写精彩的钢琴人生。他就是著名钢琴家鲍慧乔。鲍老师好。你好。非常高兴能够在音乐人生这个节目当中跟您面对面啊。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接触钢琴？因为在就是我出生以前，我爸爸妈妈就是一直是在搬家。因为我爸爸呢是办就是建设电厂的，那我到大概六岁吧，大概到以后搬到北京，后来到我9岁的时候，就是可能也是很偶然，因为我妈妈会一点，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学过一点点钢琴，所以到我9岁的时候呢，有一天暑假，就是她忽然想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起来要教我哥哥和我弹钢琴。当时我们就这样开始了。那鲍老师家看见了这么多的宝贝啊！你鲍老师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这是大学时，大学时代，对，大学时代，这个也是大学时代。中央音乐学院不是那个应该是纯王府吧？所以它有很好的狮子，这就是大学时代。这张照片应该是，这张是您的家，我们翻过来给观众也能看见啊。好，这张是我对我特别喜欢的，因为这是我们家就是很全的一张。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好，这个是我爸爸，我妈妈，我大姐，大哥，然后我二哥，然后呢，这个是大嫂，这个是二嫂，然后这是我，这个三个小孩呢是我大姐的小孩，这个呢是我大哥的小孩。哇，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话说，就是您这全家颜值都特别高，谢谢。鲍慧乔从9岁起随母亲学钢琴，13岁。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插班进入少年班3年级学习，与刘诗昆等同学。1957年毕业，被保送中央音乐学院本科学习。在我11、12岁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自己比较喜欢音乐，所以我就跟我爸爸妈妈提出来，我想学音乐。那个时候呢，我父亲母亲呢，他是特别重视文化，学习的，因为我爸爸是高级知识分子嘛。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附中是在天津，整个中央音乐学院都设在天津，那么他们两个呢，还特为坐了火车呢，就从北京到天津去看一下这个中央音乐学院，同时呢，就了解一下情况，也当时没有多想。我记得弹了一个299啊，Czerny 299，弹了一个小奏鸣曲，哪条我也不记得。那还弹了一个巴赫的三部创意曲，还弹了一条叫《喷泉》那条小曲子。然后老师就按这个常规啊，就打打节奏啊，听听音啊什么，然后又弹一个小曲子，让我再模仿背着听出来弹。反正就考完了，就他们就说，你回去吧，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我就回了。就回家了。下午他们就给我的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就是说我考上了。好像一个这么偶然的一个事情，就从此我就决定了我一生就走上了一个音乐的这个专业的道路。但是觉得好像又似乎是顺理成章，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如果不是当时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恐怕中国要少了一名这个钢琴艺术家了。
在您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您觉得就是父母的这个起到的作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我觉得我学习钢琴的过程跟现在的小朋友学完全不同，不是完全不是被逼迫，只是呢，我父亲就是很重视孩子的业余学习，又重视文化课，又重视业余学习。但是呢，我家里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教育，就是你一旦开始什么东西，你要坚持，啊，你不可以半途而废，你不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我小的时候呢，就是不管刮风下雨，我都到老师家里去，一个礼拜有一次上课。有一次有个媒体就采访我小时候的一位业余老师，那个老师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天冬天这个北京这个下大雪，非常非常厚的积雪，所以他呢就想今天不会有孩子来上课了，那是一个周末，那么他呢就站在那个窗口就是闲看，就往外看雪景看。后来他忽然发现雪地里头远处就有一个小孩儿，戴着红帽子，穿着红外套，就愿意走近了。他看到是我，啊，我小时候就是冬天我会穿戴了一个红的毛线帽子，穿了一个红的外套，他就很吃惊。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家庭，就是没有逼迫过我，没有给我设计，没有要求我要做什么，但是他们给我的教育就是你要做，你要坚持。1961年是鲍慧乔钢琴生涯十分重要的一年，她被选派参加第二届乔治奈尔斯库国际钢琴比赛的国内选拔。在全国众多选手中，她与上海音乐学院的洪腾脱颖而出，代表中国到罗马尼亚参加比赛。当时演奏的曲目是降 B 小调前奏与赋格，获得第五名。那么60年的下半年呢，就我是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然后上海呢是那个洪腾，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系学生，就选到我们两个就能够代表国家去参加第二届乔治安妮斯库国际钢琴比赛。当时呢有这么一个背景，就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之前，所有的国际比赛就是比赛的所在国去由当地的专家教授来培养，比如说像傅聪先生参加肖邦比赛就是提早到波兰去准备啊，由波兰的教授来帮助比赛。当时呢我觉得面临的困难非常多，准备比赛的重任落在了中国教授的身上。那么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就是我的恩师朱公一先生，在上海就是洪腾的恩师范蒂森先生，这两位中国教授就等于说挑起了这个重担。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43号的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于1949年，是一所培养高级专门音乐人才的高等学府。鲍慧乔在这里度过了她的青春年华。我早上6点钟起来，先锻炼一下，跑跑圈什么的，做做操什么的，然后就开始练琴，一天练四节这样。那个时候人很单纯的哦，觉得国家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但是那么信任我，派我去这个比赛，我一定为国争光，就是这么一个信念。当时呢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比赛呢就后来还是很多人记住，那其实我这个奖很低的嘛，是吧，并不高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国人呢就觉得是一种自力更生的一个胜利啊，挺振奋的这么一个事儿这样。其实不光是给别人振奋，其实对于您自己在钢琴艺术的这条道路上，我觉得也是给您这么多年的努力所带来的这样的一项算是怎么说呢，一个最好的奖赏吧。
刚才其实鲍老师在练琴的时候，我特别注意观察了一下您的手指，我觉得非常的灵巧哈。那是肯定的，但是因为我知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您的手腕是受过伤，对对对，有骨折过，对吗？对。但是对您当时的这个演奏会有影响，我觉得对于从事钢琴艺术的人来说，这个是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应该是九二年那个就是元宵节前夕，我们中央乐团组织我们一个小分队，要到绥芬河去参加元宵节的一个活动，一个小演出。那么刚刚到那儿，就是刚下了火车，就在过马路的这个过程，我就啪一下就滑倒了，我就右手就撑在了地上，这样。当时我们的领队走在我前头。他一看，一听说我摔了，他就回过头来，他说：“摔到手没有？”我说：“就是摔到手了。”结果当时呢，不知道是骨折，以为就戳了一下。上了车以后，把手套拉开以后，我立刻我说就好像就身上就发冷了。我那个手这样子，这个手掉了下来了。我说我手断了，我说快送我去医院。然后到医院了，就典型的骨折嘛。而且这个就是耻骨、脑骨两个全部都断掉了，典型的可雷斯骨折，这叫做，就是手腕这样掉下来了。好，那当然就肯定要马上做一个接骨的手术。哎呀，当时就是真的是觉得完蛋了，是吧？这个因为手就是我们的命了嘛，是吧？所以就是当时就是心情很痛苦。四川出生、北方长大的鲍慧乔，有着川人的坚韧和北方人的豪迈。很难想象，她娇瘦的身躯承受过如此多的病痛。为了她挚爱的钢琴，她像弹簧一般，压力越大，反弹力越大，坚强不屈。我其实得过的病痛特别多哈，反正就是种种啊，特别多的病。后来我就发现啊，我通过那次事情，我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方法，我就把事情想到极致的坏，然后我就把后事都想好了，怎么安排我的两个孩子，我全部都想清楚了。哎，想到这一步以后，我就会觉得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反而豁然开朗。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多，我经历了很多这种病痛啊，但我觉得我也是运气好，我总是能碰到，就是人帮助我，朋友也好，陌生人也好，医生也好，总是有对我有帮助，但是呢，我也确实觉得也对我，虽然是这些病痛啊，对我日后就是说，你再碰到什么事情，就比较就不怎么怕。其实我觉得您的这个自我的调节能力特别强，很多人都是这样说。鲍慧乔作为钢琴演奏家，以演奏中国作品著称，为发展和推动中国钢琴事业倾注大量的心血。她的演奏技巧娴熟，感情真挚，刚柔相济，光彩夺目，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您出过一本书啊，叫《鲍慧乔倾听同行：中外钢琴家访谈录》。对，这本您写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呢？这个我自后来在第二册我写了一个序，我就说是无心插柳，就是很偶然。这个事情是这么开始的，以前呢就是这个写访谈录，因为我们有一本钢琴界有本杂志叫《钢琴艺术》啊，这个《钢琴艺术》的责编呢，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当时住的很近的一个邻居。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看我们《钢琴艺术》呢已经登了很多。”像你啊什么的一些就是演奏家的那个访谈，他说你觉得还可以采访一些什么人呢？后来我就说，我说其实呢还有很多，在教育战线上默默耕耘的老教授啊，他说你的建议很好，他说你能不能去采访他呢？啊，我说可以啊，我第一个采访我的附中的老师陈比刚先生，第二个呢，当时我到广州去出差，我还采访了一位李素新老教授。然后国际比赛里头，我有10个外国评委，2个中国嘉宾。那么这个时候已经2个月吧，大概几个月就已经14个人了，我自己都很吃惊。当然之后我慢慢的再整理出来，不是说马上这个几天里。整理出来，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也很有意义，很有意义。后来我就一直在做一直在做。所以我说我们同行，我觉得中国的语言行跟行是共同前行的人。其实我感觉鲍老师您这一路走来，不光是在钢琴艺术上一直在积极努力地做着探索，实际上您也是在用您的眼睛，在用您的心来感受这个世界哈，来感受这个在这个艺术世界里面的方方面面。70多岁的鲍慧乔做评委、开演奏会、学英文、画画、做采访，各个城市辗转奔波，努力心守着人生养料。这是退休年龄的鲍慧乔，也似乎是她生活的常态。忙碌的生活，如歌的岁月，构成了人生精彩的篇章。在这个乐坛上，涌现了一批年轻的钢琴家，您怎么看他们？您觉得他们这代年轻人和您这一代老一辈的钢琴家比，有些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呢比较幸福，就是他们这个起步早，起点高。因为现在的孩子差不多都是4岁，不会超过5岁学，甚至有的3岁就开始学，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跟他们还有一个不同的，就是我们比他们好的是什么？我们这一辈的人大多数是自己选择的这个道路，这个专业，所以呢到老了无怨无悔，都是因为热爱。热爱，因为自己选择的路无怨无悔就好像就是不忘初心。当然在我们学生时代，我们也很幸运，就是那时候到学校有很多很多大师大音乐家来访像那个大钢琴家李赫特啊什么的都来到学校，或者到我们所在的天津、北京来演出，我们都有机会看。但是我们有机会现场就是听到大师的这个演奏，我觉得也是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现在呢就是觉得我还是最喜欢俄罗斯学派，因为我们在学的过程里头，一个是我自己跟苏联专家学过一年，他也给我非常多的影响，像这种声音的美啊，这种旋律的歌唱性啊，这种气息啊什么的，受他很多影响。另外就是来访的很多那时候主要是俄罗斯来的特别多，所以我们听了很多。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他很多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品味啊，他的追求啊，都会很多影响的。这个不好这个是在武夷山，也是做那个国际。我比如说今天我画巴赫，我就放巴赫的 CD，
我就放他的曲子，然后我画肖邦，我就放肖邦那个音乐，好像我自己就有点那个感觉，跟音乐家有这种对话，而且就有点感受当时他们的那种。你看您，如果我不学音乐，可能我会学美术，我觉得我自己会，比较喜欢。这幅画也非常的雅气啊！这幅画跟刚才你看的那幅就是创作手法是差不多，对，一样的，对，那个也是在那几天，就是，反正玩出来的。有这种艺术家的审美，所以在色彩呀、在这个浓淡之间啊，我觉得您是天生就会寻找这种平衡的，对吗？谢谢，谢谢。弹琴一定要懂得别的东西，比如说现在有的学生弹这个德彪西、拉威尔的作品，那么你要是不知道法国印象派的画，你就不可能弹这些作品，因为这个音乐里头的印象派的作品是从画这个影响过来的，从画先开始的，所以我觉得反正人应该是很丰富的。应该你即使说你没有时间画，但是你要懂，是吧？艺术很多艺术是相通的那样，热爱生活。是的，我觉得这个才是做一名成功艺术家的一个基础，有了热爱才会积极。其实您在这个钢琴教学方面是有很多年的这个经验，在您看来，就是说，学习钢琴最重要学习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学习钢琴啊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作为专业的孩子学啊，跟业余的孩子学不完全一样。业余的孩子学，我觉得是修养，是一种美育的教育啊，修养的积累。或者呢是一种智力的开发，因为弹钢琴，你也知道，就是说，跟双手并用，双手并用。而且我觉得，你生活里有音乐，你这个人就会幸福了很多，不枯燥很多。但是弹业余的孩子究竟跟专业不一样，专业他应该知道，这是你已经选择的，你要走的道路，你的将来的事业，那你就要更加倍的付出。所以专业的孩子里头还有更包含了一种吃苦啊，还有一些挫折的教育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老师的称号对我来说我没有任何压力啊，我可以当之为无愧的说我是的。在鲍慧乔的钢琴生涯中，近年来最令她欣慰的是，鲍慧乔的学员，她亲手教过的孩子，多人多次在国际国内的钢琴比赛中获奖。在她看来，教钢琴要心热、脑冷、耳聪、目明。鲍老师，刚才您前面提到，就是您在您刚才出书的时候，您访问您的这些同行，您曾经给他们大家共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音乐对于你，钢琴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么此时此刻，我也想把这句话问到鲍老师您：您觉得钢琴、音乐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已经是我生命或者生活里的一个部分。我以前别人问到我的时候呢，我说这是一个圆心，好像这个圆心呢辐射出去，我会做一些事情，是吧？画一些同心圆，我弹钢琴，我练琴，我教学，我演奏，我录音，我写书，都是围绕着这个事情。有的说，钢琴是像一面镜子，我在里头照见了我自己。比如说我在病痛，经历了很多病痛，那我可能能够克服病痛，受过打击，受过
压抑什么的，那么我觉得可能最后支撑我的是我自己的事业，是钢琴，而且我觉得我能够感觉到是我的自我价值。电影《海上钢琴师》的主角1900是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船的钢琴天才，他酷爱钢琴，他的世界就是那一台钢琴，他用钢琴来解读生命和灵魂，这种执着也许就是通向钢琴神圣殿堂的必由之路。鲍慧乔就是用执着的坚持谱写着自己精彩的钢琴人生。